为了测试一下翻阅案的遮蔽效果，我决定戴上防毒面具进去看一下。我现在就在这个非常浓的烟雾里，现在这个烟遮天蔽日，什么都看不见，烟雾缭绕，整个把我包围了，烟非常浓，不知道在镜头里能不能看出来这个烟雾的浓度。